年前有一本心灵励志书畅销全球，这本书的书名叫《秘密》。简单说，这本书讲了这么一个道理，就是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时，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完成。比如你想通过会计师考试，如果你这种想法非常非常强烈，你就真的能梦想成真。这本书的解读就在这里，欢迎观看哦。